南靖有桥仔被开枪，有落跑，只得负伤紧锁求救。这里是新北市莺歌的住宅区，今天清晨却发生一起枪击案。41岁洪姓男子到莺歌温姓友人家中聊天，两人聊到一半，三男两女突然闯入，说要协调债务。男子为了帮友人跟对方起冲突，一名男子突然拿出手枪朝他大腿开了一枪。混乱中，一群人一哄而散，连他的朋友也落跑。他只好忍痛开车，在另一个朋友陪同下报警。警方获报后，先通报119送医，所幸无生命危险。整起枪击案，警方已在调查厘清中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